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星，今天要为各位分享平板星合成红变的一个方式。好了，我不要讲技巧或秘籍，有人会觉得他早就知道了，但是你没有分享出来，别人不知道啊。但是这个要处置。首先，我70等了，我拿到一张这个。白金卡巡守，白金巡守哦，基本上当然是不会有腻歪，因为我已经学过了。合成变身卡，一二三，我缺嘛，对不对？我缺一张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准备一波期了，各位，告诉各位，红利点数一个月章里面有没有？但这个不建议大家去用啊。有一个东西叫白金变身卡制作书，这个可以让你快速拿到蓝变，哦，每个月只能四次，确定？哎，我这样可以制作吗？哎，我来制作一下，这是我的技巧，好像要两个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要两个？靠，也要我要两个看，啊，不然我刚才我70级啊。懂吗？所以你只要够的话，一个月可以拿到两张白金，就可以拿来合人，懂吗？制作哈，不要制作错了，要制作重复的白金巡守，要重复的，记得。OK 了哈，要把它吃掉。OK 了哦，没问题哦，没问题了哦，没问题，知道该怎么干了哦，各位观众。我给那波下心啊，我这没什么声音，所以等一下那个我应该不会太大声，我应该不会太大声喊出来。一波 seven， 好，我礼拜一去看医生啊，礼拜二、礼拜二我看一下。合成变身卡哦，一二三四。准备好了没有，各位观众？今晚精华就是这一段了，你会看到一个喊不出来的平民百姓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扫兴喊不出来。好了没有？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欧了。哎，我是要近战的，不，我是要远攻哎，我是要远攻啊，转火药，我是要远攻哎，你喝错了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订阅。因为旁边人当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板星，记得分享给你旁边。K O， 为什么要同手同脚啊？